汪小菲大 S 离婚后跟被传婚内出轨的张莹莹屡次被拍，但两人始终没有承认恋情。由于汪小菲跟张莹莹的恋情让吃瓜民众们当成八点档来看，也让他们成为狗仔追逐的目标。十三日他们又被曝光在街头拥抱旋转的画面。老公老公抱抱，我要公主抱抱，飞起来的抱抱，转圈圈的抱抱。大陆狗仔公开了汪小菲、张颖颖跟一群好友一如往常的吃饭喝酒。要离开时，张颖颖趁着大家都走了之后，小碎步的跑向汪小菲撒娇讨抱抱。汪小菲立刻上前将她搂进怀里。据大陆媒体报道，两人上车之后一起回到住处同居传闻再起，而汪小菲、张颖颖路边拥抱的话题火速登上微博热搜。网友们对于他们都抱成这样还不承认恋情感到疑惑，笑说他们可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才会到现在都不承认在一起。不过也有网友觉得他们根本绝配，还好大 S 早就脱身，现在很幸福。